好，请现场的记者朋友为了方便我们活动的进行，我会尽量往两旁的媒体方向去移动，谢谢。那我们今天现场发放的评分是以小朋友为主，那一人就限免一个。对，那为了危险，然后我们今天活动结束，会有留五分钟给媒体记者采访，那请各位媒体记者利用后续五分钟的时间做采访，谢谢。不要，他不要叫爆，不要。在你停车的时候也别忘了勾大叔叔阿姨们。来招，市长这边招。啊，你们就可以照好。